吃的椒麻鸡，好吃吗？没有之前好吃了。哪一家？你吃哪一家？西域椒麻鸡。这家你之前吃过啊？那我咋着？那我还吃不吃了？今天又来到了小南门，就过了夜市，看太美了，就随便一家店都好吃。为啥呢？因为夜市主要是吃一个氛围啊，对不对？正热闹的，吃啥都行。走，今天吃一个上次心心念念的椒麻鸡 ，Go Go Go！ 那刚才小姑娘说不好吃，给我整懵了，我到底吃不吃？试试吧，千人千味，是整鸡是吧？然后再要个扯面，加一份啊，要扯面，归了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烤着呢吗？正烤着呢。好，等不及了，我先吃了。呀、啊，焦焦麻麻的味道。香梅，你们爱吃椒麻鸡还是大盘鸡？大盘鸡之前给大家吃过，现在吃个椒麻鸡，这是半份。我本来要一份，后来他俩都说他不吃，然后就要了半份，加一份面5块钱，皮带面。早上路上还说姐姐，你一会儿一定要记得吃一个面。我说吃椒麻鸡就是吃面的，不吃面等于白吃。咱这有蒜吗？小飞，哎，你好。多拿点蒜吧，谢谢谢谢。它面有点硬，但是这汤汁贼油香油香，焦焦麻麻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肉汁不错，在传统的孜然跟辣子之外，还多一点芝麻香。这个鸡，这是我放的时间长，还是咱这上来就是凉？啊，就是凉菜，我还以为是不放凉凉，可是这么快这夏天就凉凉。那夏天吃椒麻鸡应该挺舒服的，是吧？毛肚。它是醋的，酸辣口的，这我在兰州的时候吃过。西安夜市上的毛肚一般都是涮牛肚，芝麻酱涮出来的，这是烤的，尝尝。我要是跟你们出来吃椒麻鸡，鸡一定给你们吃，面我来吃。鸡皮也一定是我吃，我身边的姐妹没有喜欢吃鸡皮的，这就很匪夷所思。你们爱吃鸡皮吗？这椒麻对我来说有点不太过瘾，不是我想象中那种麻的嘴跳舞的那种，我感觉我应该还可以再让它加麻加辣。老板，我能再加份面吗？那我能还能再加麻加辣吗？可以，可以加，太好了。这里面没有微微辣。你这还是正常，正常我觉得有点淡，我去买个冰棍吃。等面，吃个老冰棍。姐妹们是不是每次都见我吃些辣的、凉的、冰的、烫的这些，感觉没啥感觉？牙是不是特别好？牙好胃好。最尴尬的事情就是你要录广告，然后旁边粉丝在盯着你看，对吧？我不是每一次吃雪糕、吃烫的、吃火锅的、吃凉的，你们都说那牙受得了吗？来吧，宝贝们，牙好胃口才能好。我最近一直在用这个欧乐 B IO7 云感刷，这个体验特别特别好。它的软毛特别特别细，而且呢清洁力很强，但是呢不会震得你脑壳疼的那种。而且它这个还有什么红绿灯的一个智能提醒。我以前买牙刷我真的就挺随意的，什么那种一两块钱的牙刷随便用，但用了这个好的以后，你真的觉得好东西还是真的好。然后用完了之后，觉得哇，家庭还能这个样子。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牙好一点，才能带你去吃更多好的美食。京东家电618，买新品送好礼，还分期免息哦。唤醒你的生活，大家可以车链接去看看哦。来，给你夹一份面。好，试试。热面拌凉汁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汤汁打包回去，我自己再下一份面，还能吃两顿。面全吃完，鸡全剩下，鸡做何感想？见面要喝的，刚吃了冰棍，那拿韭菜敬大家吧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来，喜欢的话要给我点点赞啊，点个关注，尝一下这个韭菜。啥？这个102，还有个老冰棍103。好，回，把这鸡打包回去，还能再做一顿。